如果今天让就是以豪跟沈月以剧中的角色来演一场告别，你们会怎么演绎？不告别，不会告别啊。知道啊。你要去哪，我就追去哪，追去哪。我要演一个那个他的名场面，他和秦岚姐的名场面。我就知道你想干嘛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我要吃我的棒棒糖啊！你可以再抱一次吗？自己冲过去抱他的时候，我现在到底是刘亦豪还是刘亦豪，我都不知道了。3、2、1 Action。 那我走了，走之前可以再拥抱一次吗？抱一下抱一下好吗？你今天早上洗澡了吗？昨天晚上洗的，不脏可笑。好。可以可以，总算抱在一起了。对对对。